文佛法，离苦得乐。在生命电视台，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无限的付出，咱才会当真正拥有全部。经常挂着笑容，离做歹代志的人，心中常常感觉着惊吓。自修性就是不发脾气，自修心就是不爱做歹代志。攀缘是一切苦恼的根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，求人苦恼就来啊。时心一定不念，这是恭敬，心里面若有杂念，就无恭敬啊。是一切烦恼中的根本烦恼，一切歹代志拢是由贪字而来。福德跟受报施的用意是在破烦恼，因为跟贪是主要的烦恼。古德讲，佛法无他，
只有一部诗。家庭为烦恼之根本，出家爱出烦恼之家，嫁不便之家，这算是真正的出家。是合乎菩萨的行为，修定是合乎的心。与其做恶业，不如做善业；与其做善业，不如修正业。一切恶业不良生，处处忍让，处处恶吃亏，就当作邪行者来想。古人讲，富贵而得难，生活环境困苦者，合乎的心态较踏实。心地常常保持六根清净，不为六尘所转，自然法喜充满。是清净自在的，如法持戒必得法喜，持戒目的在远离颠倒，然后才当得一心不乱。
自己做恶事，受良心的责备为之残，自家受益对人为之愧，有惭愧心的人未做歹代志，成为歹人。是大烦恼，对无数劫来生死轮回之苦，都是受了爱所害。诗已修写，佛经中有所谓的一切诗，诗写到了极处，爱根自然就会当断。长寿上好的办法就是素食，不爱甲一切众生来结缘仇。令一切众生升起欢喜心，如果伊无欢喜我就避开，免得使伊心中升起烦恼。上来讲，是药啊，治无病果报。如果会当施医药费，帮助善食病人，就会当得到健康。人爱被人利用，才是有用的人。观世音菩萨不是嘛，常常被人利用吗？